对象是什么？谢谢一条鱼仔赠送的一个小猪 A 仔。No， 我是肉汁，扎皮姐你是什么、啊、？OK， 限制，我有对象，我去找一下好吗？别把我身份暴露了。OK， 你放心。我是肉汁，我是肉汁，我是肉汁。OK， 来来，炮姐，炮姐，山菜在上面。名字说他是肉汁，我给他报过声。什么 ？OK。啊不不不，肉汁。不我是肉汁。不不不，名字不是肉汁，名字不是肉汁，谢子你懂的。肉汁。啊！名字跟我跳同性恋。我给名字报过身份了。我操！哎呀！你怎么又报自己是肉汁啊？啊！你好人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猪脑有点过载啊！我是肉汁。完了完了，出大事了！这个开局名字过来，哎，名字不是我开局，我说我是肉汁，沙皮姐过来问我你是什么，然后呢，我说我是肉汁，她说好，沙皮姐说她这把要谈恋爱，我说行，然后呢，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到了炮姐跟喜羊羊，然后我跟炮姐和喜羊羊说，我说我是肉汁，然后他俩给我报了身份，然后这个时候名字过来说他是肉汁，然后我说这名字跟我跳动身份不好，但是我刚说完，猪猪公主说，名字他不是肉汁，谢子你懂的，然后我这个你懂的，刚刚做完炮姐直接上去就双倒了，然后呢，他们猪猪公主跟名字又是链子，然后就三死，然后就报警了，点跳过吧，过了。凭什么点跳过？你这胡说八道些什么玩意儿？你就该死过！哎，真把凯凯忘啊！也不用这么谢罪，王哥。这么帅，这么帅。山菜说吧。一套连招。我这边看到刘哥、尹哥还有谁四个人好像从床头寄过来过。行行，反正我出生是跟名字一起出生。他说真心换真心，我说行，我给他说了个身份，身份差不多啊，名字老师啊，差不多的身份。然后反正他现在嘎了，过了。谢谢咪咕，咪咕干啥呢？宋小猪，对对对对，我感冒了，没说谎啊。广东毒王，我在旁边可以作证。猪猪公主名字是恋人，然后过了。那苦哥跟谁在一块呢？我这边有尹哥和笑三老师，还有刘哥，还有凯凯。那你们那边仨人，那考迪是不是和苦哥在一块儿？听一下吧，我过。大麻辣烫，你这发言就不太好。明明是我隔壁小孩笑三和麻辣烫，然后我做了那个传送门任务，然后我们四个分那个前后过来，我先跟隔壁小孩过来的，然后笑三麻辣烫过来的，这时候才看见凯凯的，怎么能说凯凯跟他们一直在一起呢？哎呦，太搞笑！别的信息就没有了，我们保证，我刚才说这帮人里边都没有动过刀，但是凯凯我不能保证啊，因为凯凯我刚见他不久，我过了。我玉仔麻辣烫笑三儿送在一起，然后玉仔做完传送门任务，咱们四个传过来，传之前我在那边还看着考虑仪，传过来后看了一看，这就是整个事情发展的经过，我过了。怂哥玩狼是啊，我觉得马上对我攻击性好强啊，明明我也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在想，我说你们那边这么多人，万一里面有炸弹或者什么的，我也不想淌这个浑水，我就下去开那个小飞船了，我就说传送器这么多人，然后我上面还有一把是被传送器电死的，所以我就不打算从那儿走了，我就往下去开那个飞船了。然后麻辣烫这一手把我拉出来点彩，说我是个外之位，要不给麻辣烫投了吧，反正已经名字猪猪公主有炮，按谢子发言的话那应该是三个好人死了，然后我觉得得出一个人，那麻辣烫在我这边听起来发言最坏，攻击性太强了，吓死我了，我要跳麻辣烫过。谢谢咪咕的爱心，我来扶着老板对不起你，你真该死呀，他没有刀我，那不至于，我不想出他，我觉得他要是坏的话他肯定是要刀我的，我们是一起被，而且被那个洗澡那个门，右边生物实验室那个洗澡的门关了的，我觉得，但是这一轮我觉得是要出一个，不出一个的话，那出你吧，看得像是死四个好人了，进去宝狼感觉狂欢了，狼宝模仿，
影哥做了任务的，孩哥发言还可以，马拉他没有刀我的人，谢子报警人，再加上我一个好人，那也就是说这四个人，外周围四个人，在我看来，大概率开三坏以上，两到四坏是吧？小攻击点点到谁我就偷谁，出喜羊羊，哦。纳尼？他吓我一跳！牛逼！笑三，虎哥应该是个刺客，崩死了。我是魔法，我是魔法。哈哈，米狗擦鼻涕。我到鼻子也没有鼻涕，就是感觉有点不通畅。非常有水平，小三做模仿，小三不好。他这个叫电飞，虎哥是不是刺客？对吧？是不是电飞啊？我的天！小三这波高端操作。苦哥是不是小？狙的谁呀、啊？到底？子苦，过去看一下。哎！小三，小三吃人！小三吃人！小三还吃人？小三吃人！我天！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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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干啥？啥意思？凯吃人还是小三吃人啊？谁吃人啊？不是不是，当时情况这什么情况？喜羊羊应该看到了，我当时我跟刘哥还有笑三，我们仨同时站在一块儿。然后呢，我说刘哥，我觉得我好人局了，我说刘哥，我想死在你的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刘哥说，我有刀，谢谢米狗的，想跟我搭过的都要遭罪了。刘哥不见了，我以为是笑三吃的。然后呢，结果。这个不知道是谁把肖三刀掉之后，刘哥没从他肚子里出来，那就只能是凯凯了，因为凯凯直接就跑掉了，可能是凯凯从我们三个人里面抽奖抽走了刘哥，那也只能是这样了，好吧，过了，这叫点杀，不叫抽奖，过。行，反正投凯凯吧，投凯凯吧，过了。投凯凯吧，投凯凯吧，我刀的影哥，谢子，我知道我身份，过了。我投喜羊羊了，我投喜羊羊了，肯定先投。说下来，谢子，你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喜羊羊是狼啊，狼会给他开狼任务的。投凯凯干什么？投喜羊羊啊！出去给刘哥好好承认错误。我身上的票，你怎么这么多票啊？哎，没刀了，你知道吗？小三吃人了！小三吃人了！人还在场，又有传教士，好一鸽子！刘哥传教士还帮了好人一把，你看看，你看喜羊羊，你看，果然是小三，我身为一个魔法，能被你保起来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哥确实确实，你能不能发言好点啊，麻辣烫？你为什么发言老这么像狼呢？你为什么这么像狼？我要说一首暴露你，我是模仿呀。